生风雨那半身伤，半生思索惹半心凉，岁月蹉跎苦未尽，一杯浊酒念家乡。年也过了，节也过了，一切都恢复正常生活了。咱们做一道东北最常吃的一个菜，叫荠菜粉儿。虽然菜有很多种做法，你看看可以包饺子炒吃，但是配粉条又是一道名菜。把粉条用水泡一下。张嘴叫唤了，就是想回来了，有门不走，飞走窗户。今天文明啊，直接下地了。来点酸菜，酸菜用清水投洗两遍。咱这酸菜心儿的啊，比较白净。切点葱花，来点姜丝儿，切点肉丝儿，这个炉子烧通红啊，火上来了，开始炒菜。炒这个菜，我切的是瘦肉，咱搁点荤油，把这荤油给它化，放上葱姜，放上肉丝儿，这个酸菜比较起油啊，大家多放点油，放上酸菜，给它这么煸炒。把这酸菜给它煸炒出水分啊，我们加上点老抽，加点清水。这地是凉的，它就在那块板上。加点十三香、食盐，放上泡好的粉条。我们这回再倒点老抽，搁这个粉条边上啊。盖上锅盖。炖五分钟，这个菜还可以放点干辣椒上面啊、哦，嘿，那必须来烧干辣椒，可惜我家不太能吃辣呀。嘿，开饭，这道菜是个下饭的，所以啊，必须得焖上一锅大米饭。开饭了，酸菜粉条，我这个是以味炖的一个方式做的，还可以炒啊、哦。先来个粉条，我来点肉丝儿。这是经典的菜。这绝对是扒了饭。基本上和尖椒干豆腐齐名那个菜吧。嗯，酸菜粉就叫芥菜粉，完还有芹菜粉之类的。这个菜啊，必须得搁小酱油，给它上一点色儿。下饭菜啊，这玩意儿来上它一盘，来上它一碗米饭，两个人是不是一顿饭杠杠的？再来上点酒，这在我们东北都不算酒，算饮料。这酸菜粉条里面加点小肉丝儿，标配。
哎，好烫啊！这绝对是冬天里的美味。